好，现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哈，关于这个修复再利用计划这个部分，那么18位委员出席哈，14位同意，4位不同意，所以达到法定的过半数，所以我们针对修复再利用的部分同意啊，同意这个审查通过。当然有两位委员的那些意见哈，请你们要后续再去哪里哈去检讨。它第二个部分哈，管理名称的部分哈，目前18位委员投出来哈，9位同意维持广和堂药铺，有9位同意变更为迪化街段207号店屋刮胡哦，后面有刮胡哦。广和堂药铺，我们有三个案里面，第二个案零票，单纯改成迪化街一段207号店屋零票，但是第一跟第三各9票。好。跟主席报告，那我们同意这边就是后面挂号广和堂。不是你同意的。那个，请各位我们再投一次。再投一次哈，就针对这两个，一个是单纯广和堂药铺，我有同意，所以我不能开始。这个号广和堂药铺能够前面加一点，有，对。就说中间那三个要大家知道，我们第二项那个选项我们投没，我就不要勾了，还是投一跟三，二就自动删掉。第二个不要投，对，不有人投了，刚刚零票，所以第二个原则上就这一次是投一跟三而已啊，二选一不是三选一。18委员当中哈，那么有五位同意维持哈原登录名称广和堂药铺，好，那有13位同意变更名称为迪化街一段207号店屋刮胡原广和堂药铺，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达到这个过半数，那我们就本案决议。同意变更名称为迪化街一段207号店屋原广和堂药铺及修正
都登录理由。OK， 好，谢谢。那个我给那个馆长哈一个小小的回馈哈，刚刚提到那个光影眼科哈，那个业者坚持要光影眼科，有人去投诉到卫生局，说那个光影眼科不看病。还卖定金，然后那个卫生局要去跟他开罚，那业者就很生气，他说好，我就把它改成公眼不是眼科，后来没改，后来没改，好，所以这个名称其实留着也是蛮好的。好，接下来我们下压，审议案三。对，那接下来那个因为后续的几个案子都跟我们市政府有关系，好。所以我们就跟局长要回避，那就拜托谢委，好，谢谢主席，谢谢大家，谢谢。审议案三，案由直辖市定古迹台北仓库 B 仓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案提起审议。依据文书法保存法第十四条古迹修复及再利用办法第十三条。办理执行依本组于1992年9月13日公告登录为台糖台北仓库为直辖市定古迹，详附件一二台糖台北仓库 B 仓仓库为本局全管，经老房子换运动计划公开评选由辖区厂取得经营管理权，应委托李大地建筑事务所办理修复及再利用计划。本局分别于1996年3月25号召开审查会议，详附件二1095月14号及6月8号函送修正意见，详附件三1099年9月8号以及11月27号召开复审会议，详附件四。三、小剧场应附法保存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于2011年1月11日办理修复再利用说明会，详附件六。本局于2011年1月28日及2月19日再提送修正意见，详附件七。小剧场于2011年3月8号提送修正版，本案诉讼本案本审议会审查，详附件八。接下来是本案建物的历史公告。以及地形图，那这边待会由李大吉建筑事务所进行简报。好，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哈。那我们这一个案子哈，最主要其实也算蛮单纯的哈，就是说因为是老房子文化运动，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改的这个项目哈，大概这个部分哈，第一个就是地板跟观众席，还有一个成长坡道。那经由这次的这个相关调查以后，还有这个裂缝啊，那待会我们就来解析这个情况。下一页。好，那首先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是刚才报告，就是2019年由小剧场来承接营运啊，然后来提出本次的修复再利用。那这个是案子在2003年，认定为古迹啊，现在。那这是现况图啊，那在编号照片编号一就是我们 A、B、C 三栋仓库啊，我们是照片在编号一的这个位置，但是编号是现况照片。那这个案子就在1998年、1999年的时候，就有台北市政府来发包。进行整体的这个修复工程啊，那后来有明花园进驻，有更动室内隔间啊，那我们这一次是有小剧场进驻，那就有一道隔间拆除，还有修缮跟加装活动室的这个观众席。那在历史价值的部分，本案位于台北自强就是会社的这个所在地的的一个仓库，那最主要是有火车的这个。月台经过，下一页。那在科学的价值的部分啊，它是由承重墙式的这个砌砖，那下部是2.5砖，上部为2砖，然后利用增塑的那个木屋架，两个木屋架去划过一个大跨度空间。那目前现场留有当时的残迹，那整个战后的话是在有用大跨度的这个钢构的。这个三型钢构的屋顶，下一页。好，那这是现况的这个平面图哈，那就是包括舞台区跟后面的这个休息室、化妆室，下一页。好，那这个是地图的部分，
状况良好，那大概就是舞台有受潮的这个变形。那在墙体的部分，在东面的部分的外墙有一些裂缝产生。那门窗的部分，在1998年的部分，它已经被改成就是跟钢制的这个门窗。那天花板的部分目前也都状况良好。那屋架跟屋顶也都现况良好。那整个再利用的这个适宜性的分析，因为本案临接龙山寺，其实很适合作为未来的文艺活动表演空间，因为它本身的空间过去曾作为仓库也很适合做这样的活动。下一页。那在建筑的部分这个原有的这一些包括设置的这个舞台地坪，还有改建灯光音响等等，都已经都有具备好，所以未来整个再利用的一楼将作为剧场的表演空间，二楼则为一个办公室跟四间艺术家的工作室。那这个是未来的一个一楼的这个再利用的平面图，这是二楼部分的一个平面图。那这是目前舞台的损坏状况。那整个未来在舞台的部分会主要是采用木芯板为主，那再铺上这个绿漆的这个胶面那这个是架设铝制的这个观众席下面。那会有设置三个无障碍的这个残障的观众席。那总共有163席的座位这个会再放到这个再利用报告书里面。下一页。那这个是尺寸座席的这个尺寸下面。下一页。那这个是红色的这个部分是我们预计在这一次会拆除的一道隔间墙。那这个隔间墙是细酸盖板的一个隔间墙。那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会修复的一个无障碍坡道，它原来的这个坡度比是1:6，那这一次重新施作后是1:15.5，达到了1:15的这个规定。那这个是在外墙的这个东面的部分我们发现有一些裂缝，所以在这一次的话会用Epoxy 的方式，灌注 Epoxy 的方式来进行修复。下一页。好，下一页。那消防设备的部分经过消防技师检查，会有一些位置的一些局部的这个更动，还有增加那个抽风机的那个马力。下一页。好，下一页。好，这是排烟设备它的马力也会来加大下面。所以总共的话包括这一次的工程经费，还有含设计建造跟营运计划，是452万的这个工程经费下面。那这个预计的期程表我们希望说能够在7月中完成审议，然后在年底我们能够把修复工程来做完成。下面。那这一张是整个园区的这个消防的这个干管这个送水管有故障，所以大概文化局这边也进行了这个修复工程。那这个修复工程穿过 B 栋的位置我们现在是评估是说它其实对 B 栋的影响是很小的它已经考虑到这个穿管穿墙到这个管线的配置是很完整的，所以应该不影响我们这一次的修复再利用，只要两个同时完工我们就可以取得建筑许可进行营运使用。那在营运计划的这个部分，图管的部分是做目标使用的。好，下一页。那在好下一页。
在建蔽率的这个部分目前是超过的，所以这个部分后续我们会在因应计划里面再去排除。好，下一页。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在采光、楼梯等等啊，这有差一点点的部分，那未来我们会在利用计划里面去提出来。好，以上简报，谢谢。谢谢。小剧场部分有没有？没有。好，以上报告各位有没有？那个名称那个部分我们再跟文化局做确认。另外老师有提到那个全区的那个消防的这个配合工程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后续会再单独提一个因应计划，那我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现在拿到了这个图说也是现最新的图说啦，那我们最近就会送这个因应计划了，所以我那个部分就把它纳到因应计划里面的消防部分一并讨论。好，谢谢。再补充一点点，修复图可以改成修复记忆，我们还没审。好，下位。好，你在5-11的那个营运策略列了很周全的几个面向，那是不是可以在教育推广里面再强化一下？你这里面好像还只有那个大理国小去运用那边做了一些教育哈，那因为这个地方学校蛮多的哈，像包括国小的龙山国小、万华国小，还有高中大理高中、万华高中都在那附近，还有很重要，这边就是旁边附近就是那唐布文化园区，还有那个万华波比亚，还有那个乡土教育中心。因为现在那个课程很重视那个在地的课程，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即便还没有多少在做，但是可以多叙述一下，让这个资源可以用在我们很市区的学校有一些教育的资源，因为刚好学校还有教育中心，我们唐布文化区也都在那个有地缘关系，好，再强化一下。以上，谢谢。待会有没有？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主管营运的是分出两个不同的单位，那不过我觉得从外面来看，从整个 site 来看的话，比如说像现在的排水啊、绿化还有消防，它其实应该要系统性的思考，而不是说切成两块。那但是现在可能比较看不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思考，就应该要再更审慎一下。对，好像应该是目前不同单位的，对，就可能去能够协调。文化需要再协调，文化需要再协调。主席，行政窗口提出科做那个补充说明，刚才郭老师提的那个部分是排水、消防这几个系统，基本上其实园区里面
过几天你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仓 A 仓，对，它也是另外再出租的仓，然后做它单独做，可是最后会剩下一个仓会在文化局这边，他自己在会要求文化局那个把所有机密内的写进来，对，就好了。谢谢。其他有没有？我个人有一个意见，跟你们跟在这个县管跟消防安全的运作里面的影响，因为我们很多古迹，因为碍于古迹的原本保护不能够去破坏，所以才有影响。但这栋建筑的屋顶完全是全国的新的，地板也是新的，隔间墙板都是新的，以后还有布幕也是新的。所以我是建议啊，是以后对于这地板、防火布幕或者屋顶的钢架，基本还是要有基本的消防的措施，包括比方说用防面的这个布幕，地板可能或者是木板，可能你们要做一些至少做到防火的布装和防火的布装。那至于钢构的部分，可能还是要有一些防火的。因为它是一个公共产品，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有这个灾害。尤其我们讲导演，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舞台里面，他们有一些根据高温啊、等等什么，或者一些表演的问题，还是难。我想还是建议比较好的关系。好，那没有意见的话，请各位再投票。办理情形，本局委托市房法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办理台北市文字保存中心平台经文化资产访视查核及守护计划，已在学会报告和建议，延平北路二段二三七号仁安医院进入文字价值审查程序。本案地址为大同区延平北路二段二三七号，出入土地为延平段一小段217/218/219/220D号。建物为同段682件号，所有权为市有，管理机关为台北市都市更新处。本局税秉职权依文资法第78条启动文资价值审查程序。今年1月15日邀集文资委员张坤正、王维洲、廖武志、刘淑英、苏一鸣委员，召开该案的文化资产价值专案小组现勘结论，初步认定具文资价值。委员意见摘要如下：新建于昭和时期1927年，为延平北路凉州街口重要医院建筑，具都市景观价值。建物以洗石子小口砖构成建物立面，具地方风格及特色，为迪化街首批保存历史性建物之一。院长柯千亮为大稻埕名医，其二代柯贤正及两位兄长皆为著名医师。柯贤忠为台大医学院医学博士，历任市立医院院长、台北市卫生局局长，为大稻埕地区重要公共性建筑，具历史价值。日治时期的太平町为台人的现代化街区，聚集许多台人医院。仁安医院的保存见证日治时期由台人开设的
医院林立现代化的太平品阶区。其他补充资料，请委员详参附件。好，这位本案的地形图。好，这是航客影像。好，这位建物照片，这是建物的一楼及外观部分。好，这是建物二楼的空间。然后这部分是屋顶，然后及后侧三楼增建的部分。然后价值评估报告，请委员参阅附件。未来保存管理维护，依文资法第八条规定，应由所有人或管理机关编列预算，办理保存、修复及管理维护。未来管理维护由所有人办理，指定登录范围之影响评估，依所有权人具保存意愿。指定或登录对后续使用现况尚无影响。而本案建物目前作为台北市社区营造基地使用，同指定或登录为文化资产，不影响该使用功能，需依文资法规定其受用计划与文化局审查。三、本案堂指定或登录为文化资产，基地周边相关营建工程或具体安排发行为且符合文资法细则第二十二条之范围者，需依文资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办理。拟办。你请同意登录大同区延平北路二段二三七号为本市历史建筑，名称仁安医院，种类建屋，地址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二段二三七号，历史建筑及其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或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延平北路二段二三七号建筑本体，不含后侧三楼增建。建物为大同区延平段一小段六八二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延平段一小段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二二零地号等四笔土地，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登录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仁安医院新建于昭和时期，1927年，建物为砖砌承重墙。楼板为钢筋混凝土，转角处有花式山墙，立面以洗石子混白色瓷砖。一楼处是有柱头装饰，室内格局多维持原貌，具保存价值。建物位于大道城地区街口，具重要都市景观价值。院长柯千亮为大道城名医，从医50余年，济世救人。仁安医院为日治时期大道城著名医院和重要的公共性建物，见证日治时期犹太人开设的医院林立现代化的太平品阶区，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及辅助审查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二三款登录基准。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以审议决议办。